能够终身拥有这个称号的，除了第一代史莱克七怪，就是我们了。伊达克斯，住手！你在干什么？好运，有强烈的精神力。老夫就不再和你们抢地盘了。我知道你有很多秘密。你挤压着我。以后秘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本届大赛之星，还有意外收获。不可能，小雅他。玄子，你让我滚出来！